9月13日晚，2013快乐男声六进五决赛即将拉开帷幕。除了选手比赛和四位评审点评备受期待之外，谁来担任新一轮的威神，代表广大网友选出心目中的选手，也吊足了观众胃口。据悉，本周五晚的快男威神已经敲定为台湾歌坛天后萧亚轩。与前几期作家郭敬明、演员杨幂、范冰冰和主持人谢娜不同，本期请到了专业歌手萧亚轩，他会如何点评选手唱功，有何精彩表现让人备受期待。